是的，现在我们两个一身劲装是为了什么？鬼楼梯的戏。对，那个是防摔衣，你知道吗？是人家起重机或做一些极限运动的防摔衣。那重点是我们楼梯这个场景，你知道在哪里吗？不知道。一个台北市著名的百货公司的楼梯店。对，你看人家在那上面，我们在那滚楼梯。好日系的衣服，然后我们穿这样。对，你敢穿这样子去外面逛街吗？我要最 lady， 那边很 lady， 少女服装店，哎，穿上去，我想要最 lady， 要有那个蕾丝裙 ，man 的感觉，对，就是摔的都是脏的，嗯，然后那个其实他们之前原本要拍，那个导演觉得都不够安全，然后就请那个剧组的道具美术组做了做楼梯哦，楼梯是做出来的。石阶下面有就是一种那种婴儿在玩的那种软垫垫在下面，很像苹果的这种。对，我们就觉得很贴心，然后又有那个防摔衣。对啊，很为我们对。对。健身房穿防摔衣好帅，开心要骑车了，结果没想到在滚楼梯，丢脸。这一部是非常目前最狼狈的一部。就师奶就师奶，然后讲富人，然后所以他去劫抢那种抢匪，他说我去打土匪，你在拍什么山寨？打土匪，对吧？反正蛮多特别的东西，大家拭目以待。一定要看，对，都是我在吸收那个掉下去的力量。对啊，多少别人说是我在保护你啊？难道是我吗？你觉得要我？不是，你是你妈的宝贝，全身抚养的。全台湾史上在百货公司滚楼梯的大概就我们两个，唯二的好吧，也不会再有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。那个其他滚的是真的不小心跌倒，那个不算。对，好了，就走楼梯要兴趣，兴趣以后可以多写一点。百货公司滚楼梯，空空景点，日本游客过来，陈玉如滚过，不要滚。最后，都哄你啊！哎，不错，最后你收后面滚，我也滚。今天那个
你呢？刚刚买那么多了，你还要买？刚滚动，还要买？现在我们没有防摔衣了。谢谢呀！不够啦，就一点点好不好？好嘞。滚吧！好。这块滚到一半，它松掉。然后这样跑下来，跑下来，然后滚。啊！对。啊！撞。不用拉太多，你要这样子才有电力。有帅，一九三，我有，你怎么？我走啊，没事。他掉色了，你有没有转到感觉吗？有，很好，这样。哎，总监，你是这样，我是这样，只是比较重，比较难做。对，可能我都有，然后我就这样，对。那个正脚会动到，在哪边？然后对，要靠机器来蹬，反正就把它当垫背。啊，这算我给你的，你就动这一招的，把它裤裆垫背，然后用高跟鞋啊，然后用高跟鞋，我当你垫背，你还这样不要害我，那不是最毒富人用到你的词，最毒富人气，之后不会不会。还有换钱，给我连着也拍。对啊，你们拍我不知道它味道。你要有汤吗？哎，你们。来，你说一声你来，来。真的，我的空气。好，小心点，好，快点关掉啦。好香啊，你是乡下的。会不会演戏啊？3、2。好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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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场咖啡厅，然后另外一场是原本在你家外面。靠蓝，靠蓝。这是谁啊？在我家外面。过分，没就没事。闭上来，闭上来。好好看一下。我，你没事吧？我就跟他们。男人就这样，对对对。没有。记错人就装没事，在那边跟别人聊天。等一下有一个很酷的一个特写，我们在滚楼梯的特写。现在这片墙呢，他们把它布置成楼梯的颜色，因为其实你看不太到那种立体的感觉，所以就是一个平面。那等一下我跟豆花呢，在这片墙上面滚下楼梯，到底怎么滚呢？我也非常的期待。重点是你还要感觉很痛的感觉哦，明明是很好笑的一件事。好不生气！你好不生气！你干嘛叫？树林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叫。好，走，后来走，好。再大一点，再大一点，你被那个擦到，擦到头皮里，在头里面呢，真的，你还在吗？你让我擦了，真的忘了。笑，然后就找我进来，多次摔，他都是压在下面，承受那力，不管他怎么个大男人，所以我觉得谢谢他，也谢谢大家，就是帮我们用得很好。